开先下播吧。我开了。嗯，好。嗯。整个塌掉我的发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对，迟到九分钟，快道歉。我错了，下次还敢。嗨，哎，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好一些，好一些，好一些。拜拜。完了，我这发型真的没了，而且感觉发缝好宽啊。我先拉手，发点过来。嗯。有那味儿。嗨，晚上好。哦，就是有那味儿。不会是？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朋克小将送的荧光棒、一巧克力、玫瑰花生日帽，谢谢冒险送的一个皇冠，谢谢你。我刚去洗了，重新洗了个刘海，然后真的是太容易油了，这玩意儿。怎么洗到头顶这么粗啊？哦，谢谢朋克小将送的万圣夜，谢谢你。怎么感觉这里上面是我错觉吗？谢谢朋克小将送的一个南瓜派对，有意思。万圣节是我喜欢的，唯二喜欢的。杨姐，谢谢大家的生日蛋糕，谢谢朋克小将送的夜蝶。今天薅了一件黯然的衣服穿，非常不适应，我感觉领子好小。谢谢您，不用谢谢您，生日趁着生日到处骗吃骗喝。嗯，好。谢谢朋克小将送的生日蛋糕套餐，嗯，不错啊，可以拿来展示。整天的骗吃生日蛋糕，给大家展示我这几天的骗吃骗喝的成果好了。谢谢朋克小将送的生日蛋，怎么是又送了一个什么？谢谢你生日蛋糕。谢谢阿水送了一个皇冠，哦，还没到特效，不好意思，提前了。谢谢朋克小将送的一个权杖，谢谢。好，现在到了，哦，不对，还没到。谢谢朋克小将送的一个皇冠，谢谢谢谢谢谢。哇，我居然会有，就是有一天是皇冠雨吗？谢谢无所事事的小黄鸭送的生日蛋糕。大家不好意思啊，晚了个十分钟啊，就是在一个准备一个精致的开播，就稍微久了一点，但是更好看了一点，所以觉得还是值得让你们一起的。谢谢阿水送的皇冠，好，谢谢你的生日快乐，谢谢月光融铁心送的一个南瓜派对，好棒哦，万圣节，已经到处都洋溢着万圣节的气氛了。music 呢？我在找呢。music 我在找。我那个生日座，对，我有没有说啊？我会不会没说啊？我疯了，就是我有生日座要发的。谢谢吃一口饺子送的万圣夜，谢谢。我有个好，我随便你啊。随便你。好，那我就看一个，点一个歌单。对，我本来准备零点发的，然后发现那个摄影给我视频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因为我那个就是修音要修那么长时间，然后我给到就有点晚嘛，然后摄影今天晚上给了我那个视频，但是要发 4K 的话就得用电脑，然后我就回来用安然的电脑发，然后等会儿50分的时候我就去投稿，希望能卡，就是能，反正能24号吧，就零点就卡不到。没说什么时候发，生日做肯定是生日发呀，对吧？让我来一个歌单，搜一个什么歌单呢 ？ACJ 是送你一场美好的二次元之旅，来吧。
来吧，第一首就是我熟悉的歌。那就充个大会员。对，能定时，能定时，但是回来的时候有点晚了，他能定时只能定到零点，零点四十多了好像。看看谢老板买的玫瑰，阳光玫瑰。好吃，给他展示。蹭吃蹭喝的结果，昨天还是前天去吃了蟹黄面，然后这个送的最多最实用，我一个大喜，就是说可惜就是带不走，哎，其实也能带走，但没必要，我觉得。就是一个筷子和一个筷托，一个螃蟹。这首歌是《四月是你的谎言》的，谢谢，生日礼物。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好，这么一个起风，起风见将来，它是一个喝姜茶的一个杯子。但其实也可以不用只喝姜茶了，就是这个好好看，是不是？谢谢恶魔头饰糖果生日礼物，拿这个喝可乐有病吧？哦，感觉适合小酌一杯，但是我不酌，所以放回去。放到岸上，然后那个筷子有两个，就是因为我和安然都是十月份的生日，生日月就靠着自己生日到处问有没有送的啊，这种大家也可以试试，就生日月的时候去问，然后有些他都不检查一下你是不是生日，他就给你送东西。种花，种花也可以，不然浪费就是。谢谢小阿松的一个万圣夜。我今天练完舞，然后和安然去玩那个密室，玩了一个什么桃花源记，记是忌日的记，微恐。然后后来出来之后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微恐，虽然会有突然吓一下的成分在，但是没有说特别吓人或者追逐这种的，就是没有的。特地问了一下，谢谢食用熊猫送的一个皇冠，谢谢你，好久没出现了，我是比较秃了呀，无语死了，真的好像被。有事吗？嗯，听起来有点晕。然后，它是那种带剧情的《桃花源记》啊，忌日的忌。谢谢秋天奶茶。然后它里面讲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村子桃花源记嘛，它那个村子就是终日不见人，哦，不见外人，只有他们村子里的人，然后他们村子里面人只接受近亲结婚，但近亲结婚呢就容易诞生一种那种怪异的孩子，然后生出来这种孩子，然后村长就会暴走，然后暴走好像说是要杀掉，然后埋到那个什么玉米地里啊，然后拿稻草人来镇魂啥的，然后
然后说诞生了这种怪胎之后，那两对夫妻还不能在一起，必须嫁给别人什么的。然后那一对夫妻就不愿意嫁给他人，那就是娶他人。然后村长就用那个剑刺了那个女的的眼双眼，就她瞎了，然后就晕倒过去了。然后男的呢，以为他那个村长把他杀死了，就拼。然后呢，他是被捅晕了，没有捅死。然后呢，就反正两个都晕了。谢谢十一酱送的王冠，谢谢。就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嘛，因为我看那个剧情，我有点就是热泪盈眶，差点哭了，差点啊，就没哭啊。然后就倒了嘛，两个都晕了。然后女的后来又醒了，晕了，但没完全。然后醒来看到，就她瞎了嘛，她看不到，她反正她感觉她丈夫躺在那儿，然后奄奄一息，不是奄奄一息，感就是没有声音，就以为她死了，然后就说啊，不行，哦，发视频哈。我把电脑拿过来，我来了，然后就奄奄一息啊，什么奄奄什么呀，我先发啊，稍等，左脸好看，左脸发，完了，这个真是我的败笔，今天是我的败笔，我从出门就开始在说。我真的搞不懂这个苹果电脑。昨天我用安然这个 MacBook Air， 然后熊猫毯子，还真是毯子，怎么喜欢？哈哈，也不是我，没办法。对，然后就反正。再下 Steam 又打不开，然后我查了各种方法，就完了之后，苹果电脑玩家如果发现 Steam 打不开，可以试这个方法，就是打开 Steam 的文件夹，把所有的文件都删掉，然后再打开，你就打开了，哇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我发了，审核中啊，然后。先吸个瓶吧，然后我要继续讲我的故事。好，就是那个女的以为她男的死了，然后她说我要跟随你去死，然后就什么打什么簪子一砸一把啪死了。谢谢阿紫紫送的一个生日蛋糕，谢谢。今天黑不溜秋，全身都黑。谢谢生日蛋糕。谢谢你。好，那个女的就死啊，继续讲。然后好，然后那个男的呢啊，捅了，但是没有完全捅死啊，就是又醒了，就是很抓马，很抓马这个故事。然后就说不会失血过多而死吗？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的死了，他妻子死了之后呢，就。他说啊，可不啊，我就算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我要什么让所有人陪葬还是怎么，反正就是后面杀了很多人。反正就被他们精湛的演技给震撼到了，我就是一个眼泪盈眶。罗密欧朱丽叶。好像当时玩的时候是有人在感叹这个，冲动是魔鬼，是，不过那个无语了。然
然后看到这个我很烦。然后哈，这个密室，这我为什么讲密室啊？反正就是有一点胃口嘛，就是他会给你一点提示说，就继续解密什么的。然后什么有一个有意思的，让我主动的开始解密，他没有来吓我，我就可以我好好的解密。看一百次都觉得这个美瞳好合适，好好看这个美瞳。我明天还要戴一个新的美瞳，买的紫色的。明天要一个大早起，明天要跟安然一起出去拍视频。真的是来一趟上海，真的是，一个产出大进行的状态。我上次还钉钉上还被老师找了，他说，你去上海那么久，一直在拍啊，一直在拍摄啊。没有，拍摄啊拍摄，我觉得产出最重要了。好的，一定会自拍的。对啊，本来今天就该拍摄一个东西的，然后当时好像是说好像今天会天气不好，就推迟到后天了，结果今天天气超级好，结果搞的是后天天气不好要得棚拍。今天蓝天好蓝，对，我还真的会出 vlog， 因为我发现好多拍了我没来得及发，也不算工作啦，其实我觉得也算是玩儿，玩是什么作业？不枯燥，我只能说。真的是每天都没有睡到超过12点。甚至没有超过11点，带着工作性质休假。谢谢零糖可乐送的一个生日蛋糕，谢谢。今天安然带我完成了一个我去年想的一个生日愿望，就是这么快，不会吧？那沈哥不要这么快吗？能不能审核慢一点啊？我能不能重新发啊？我都50，他要不要这么快啊？7分钟就我审核出来了，有病吧？嗯 ，YPB。他6分钟就给我审核完了，说明人家工作效率高。不，5分钟。那大家假装没有看到好不好？大家先不要去。他们说要抛弃我去看视频了。我无语死了。而且这个摄影还把我那个封面给我放到第一帧。我无语死了，你们打开封面就是我的那。大家快去看快去看 Sora 的新投稿，对，双击双开。是 4K 吧？哎，我真的我们无语死了，一边大家快来看快来看。那没办法嘛，已经发生这事了。一键三连哦。对，哎，没有4K 啊。什么？没有4K 呢？怎么？反正在12点之前记得回来。12点之前，对，大家要给我跨点生日呢，祝我生日快乐呢要。怎么回事啊？不是给我发的4K 的吗 ？Why？我难道传错了？没有吧？
再看看，检查一下。对啊，是 4K 啊，一 G 呢，一 GB 呢。你俩现在好像李佳琦和小猪的一个说一个，谁？我吗？我是李佳琦，我李佳琦，真错了吧？主要是安然他现在在准备明天的搭配，他现在没空，不然的话他是李佳琦，好吧？哦，要晚点才审核吗？59，也没有很大，嗯，也没有很大，主要是因为那个视频不长嘛，一分多钟，我应该放这个歌了。来，这就是一分钟，我知道放什么。哦，到了，到店了，谢谢。来，穿的南瓜派对，谢谢。祝帅亮生日快乐！耶、yeah ，来给你戴上生日帽。是，哎呦，音乐哥那个给所有的饭堂说拜拜，那个谁来着？我不知道，你发，你发。谢谢花生牛奶冰送的一个生日蛋糕，是，谢谢大家。哎，怎么？难道这个没有吗？岁了，可能 QQ 音乐有吧。那你帮我搜搜，谢谢，谢谢。我帮你搜。谢谢小闷送的一个南瓜派对。大家礼物刷起来，家人们。已经在刷了。快乐。这是海底捞那个。对。完了，微博还没发，哈哈，等会发吧。谢谢阿水的生日蛋糕。你不在旁边唱？我现在没有，是主要是因为那个说爱已经吃过那个生日蛋糕了。对，我还没讲呢。对，我觉得没必要。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点个蜡。好的，好大一个蜡烛，谢谢。你要不吹一下？谢谢制片人们送的这个蜡烛，还是紫色一小圈。Yeah, 说啊，又是紫色。好，像个紫色的香薰蜡烛。好香。我要什么？我要谢谢。对不对？家人们，礼物刷起来，谢谢。谢谢。你不应该在外面唱吗？啊。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期待。哎呀，你弹我！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让轻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永远，你还会唱和声？永远，耶、yeah, ！我好羞耻，怎么回事？蛋糕，耶、yeah, ！是你的社死挑战，打扰了，耶、yeah, ！谢谢。好，那我要许愿了。今年就是有什么期待吗？有什么心愿吗？失控玩家生日蛋糕有什么心愿？祝大家长命百岁，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天降横财。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索拉叫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索拉叫生日快乐，祝谢谢谢老板的生日歌，谢谢，好香蜡烛，不用谢，来，香薰蜡烛，来许个愿，我帮你拿着，你许愿吧，来，小心烫哦，小心，好，我刚刚滴到我手了，嗯，哇，你好笨，没有，还好不痛，那我许愿了，你许吧，许三个愿望，好的。好，我是。呜呼！美妙的音乐为你，谢谢。快看，踢的。我被磕上了。还好吧？来，好。
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一起唱起来！每一天都精彩，开心果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所有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也不跟我记账，你看我记账、我记也祝就是说直播间的各位老板送礼物的老板们幸福永远，幸福永远、老什么老板啊，都是纸、就是啊、纸片人们、就是、对，希望你们也可以，希望你们也可以说有的烦恼说拜拜，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谢谢淼淼送的生日蛋糕，谢谢。为什么叫香辣大闸蟹、啊？谢谢。来，两位迪士尼的女顶流也为你送上生日祝福。谢谢谢谢姐姐们，姐姐们，谢谢 top 们，谢谢。嗯，谢谢网友大变化送的生日蛋糕。我有迪士尼的小伙伴们，啊、这里还有个小伙伴，笑死！但现在还不能透露您造型、对，在研究呢。所以说，今天陪在我身边的是纸片人们和迪，说明哪个？什么？然后还有迪士尼的 top 们，还有蟹老板，迪士尼吧，经典重，经典老番回放，说嗨嗨。女明星下班，好可爱哦！什么啊，律师函？这是正版，这是正版，花了钱的，虽然不是我花的钱，是安然自己的，不是吗？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近超级开心的。好了，我们正正经经的放点别的歌。完了，我把关了。又来你，舅舅来了，谢谢生日礼物。好，天天开心。好，回归二次元。好嘞，回归二次元喽。蟹老板在忙呢。明天我们一起出现，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过好啦。今天是独处时间，对。看这件衣服，把图断掉。谢谢24小时 ，C Twin， 谢谢你的生日蛋糕，谢谢。哦，谢谢。好，哎，等一下，哈哈，我笑死了。妈，我妈说，妈，我妈给我在直播间里。对，不是，她给我发微信，快点帮我拍拍。给你拍，她刚刚说，她好像给我转了钱，她说生日请安然搓一顿。我服了，笑死了。可以，我觉得不错。来，给你拍一个拍立得。拍个啥呢？摆个啥呢？都可以，嘿嘿，来。三二，哎，怎么没有？没电了？是吧？有啊，它电池才换的呀，再来一次。嗯，等一下。它假动作，来三二一。哦哦，可以。哦哦哦。啊，第一张是废的，哈哈，第二张是新的，这是新的胶卷。摆个啥呢？摆个啥好呢？都可以。来三二一。好耶。你要不要转过身跟纸片人们一起，就是拍不到，拍不到屏幕啊，拍屏幕，你贴近一点，贴近一点嘛，拍不到，拍不到，上次好像试着都没有，你贴近一点说不定就好一点，我觉得、试一下。谢谢凯兰大道的猫送的戴安娜凝视，来试试呢，来吧。哦，谢谢徐楚文，谢谢你的生日快乐啊，谢谢 Happy Birthday。 谢谢徐楚文，他老是叫我 Rara。 你靠近点 Rara 酱软软酱，生日快乐，软软酱！来，大家，软软酱，生日就是要软两下，你脸贴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好，
大家快出现，嗯，来，快出现啊！你出现，三二一，你再贴近一点好不好？再贴近一点，你手这里还可以比个耶，这个地方有点空空的，这里比这块空，对对对，好，好，来，准备好没？三二一，再来一张纸片，你们刷一下啊！大家刷了吗？一张，再来一张。摆个啥姿势呢？你想想，哎，刚刚那张有点要印出来了。哦，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果然，我这主要是我穿这个衣服不能在黑色背景。对，要在白色背景才好看。对，对，你的房间很适合拿来拍照。嗯、那是随处都是风景。哎，这个可爱哦。嗯。来，三二一。哦呼，好。感觉很可爱。好。哎，谢谢各位纸片人们，谢谢。还有人送礼物，说谢谢。谢谢卡兰大大的猫送生日蛋糕，谢谢。有没有拍下来？我觉得很难哦。真的吗？嗯。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记录下来了嘛。我觉得、嗯、定格在照片里面了。我才发现是这样的。我这张出来了，好好看这张。不错。再给你拍几张吗？好。我要跟顶流拍。两位女顶流吗？对。来。哎女顶流一号，女顶流二号，好、oh, 嗯，然后加上我三个顶流不是，然后三个顶流还有个汉塔，就蹭一下蹭一下，蹭一下名气。哎呦，这个松了，好，你准备好了吗？没好，好，三二，哎，感觉很可爱，好耶。好可爱哦！你是不是刚换了衣服啊？穿了衣服。对啊。哦，眼睛也改了。这个眼睛改了，还有一只林娜贝尔眼睛也改了。对，我看到。哇，他的眼睛在发光、欸。啊，好吧，屏幕又是黑的，是不是因为屏幕调太暗了呀？不暗啊，就是因为它闪光了以后就过曝了。好吧。对，是这样的。但是蜥蜴在了，你看这两张，苏二酱跟他的纸片人们一起的合照。嗯、谢谢 VVLA 送的生日蛋糕，谢谢。嗯、对，努力了，只能说。这张巨可爱，这张我感觉到，是吗？看一下，这张我感觉会巨可爱。这能看个啥呀？待会儿就出来了。好，再拍几张吗？再看看，把这卷拍完。哎呀，明天拍，明天还有呢，家里。那再拍吧，再拍一张吧，那再拍一张。嗯，我的颜色。颜色。我说，主要是吧，我觉得我太黑不溜秋了，但是想到有这个，嗯，对，穿，这不是。嗯，我是金带绿。来，哦，我觉得很可爱。我一根毛。嗯耶！女生蛋糕。好、哦，照片要出来喽。好，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这是第一张。这张真不错啊，真好看，好有感觉。虽然真太白了，脸这边微爆爆，微爆。我拍拍你的都曝光，都过爆。然后这两张有点糊，这两张是跟纸片人们一起的，屏幕还是对，主要是黑了。对，哎，没关系，你们心里知道你们在里面就好了。对，就是特别的。哎，这张巨可爱，你看这张。主要是他们可爱，不是我可爱。你也很可爱，这张。看这张。不可爱。看看这张，我还拍到了汉塔，哦吼，四个头不是，嗯，这样好可爱、啊，这张截图先被你按爆，怎么会这样、嗯？我真的拍的我都会过爆，但这个还好，因为他们很白，他们很亮，嗯，这张就还好，这张快出来，这张也很好看，这张感觉，看看这张，不错啊，谢老板拍照技术了得，我摄影系的，很牛，嗯，我也学了摄影的、嗯，但是我就拍不到这么好，嗯、可恶。模特的自我修养，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将会是本场最佳，是吗？来一个侧脸的，完全侧脸，装个那个。如果你要这样拍的话，你要把这录出来吗？你可以这样子录得出来吗？这样子可以录出来，你只要这样侧着呢、嗯，挺好看的。哦，跟他们太近了，无语。我不看啊。要多测的测验吗？不用太测。好，来，三二，耶！这样感觉也很不错。什么啊？二十就想收？二
20就想收，20一个角角，20这边剪一个角角给你，为什么要剪掉？这样很可爱，这样出来了。对，拍照技术了得啊！但是感觉这屏幕这边太糊了。没关系，让他们看那么清楚干嘛嘛？干嘛？给纸片人看看嘛。好看吗？纸片人说想康康，想康康。520收，520一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无价无价哈，不好意思。好好看哦。好，我来展示。这张侧脸感觉也不错，很美丽。感觉发质好好。Snap 的发质那必须好。Snap。666666，还有没有更高的？666666，还有更高的吗？666一次。行，说个扫描件无语死，抠死了。抠被嫌弃了，被嫌弃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哇！有人出1024，1024，家人们，家人们，1024一次。A4纸复印。你咋不说黑白上复印了吗？绝美测研，绝美测研，绝美测研。我刚刚我都没看呢。好啦好啦。做的好，整个被拍糊掉，挺好的，好今年的。糊了吗？糊糊糊，好看哦，这张不错哦。嗯，真的是因为我太白了，所以不好，所以打算明天穿个亮一点的。嗯，萌妹的时候，萌妹要有萌妹的样子，拍拍。嗯，明天一定好好修整一下我的刘海。可以，帮我收收一下。好，真的好香哦。好看。嗯，你说这个蜡烛吗？嗯嗯，要不要再点会儿？没事，哎，也可以点，让我沉浸式直播。哎呀，嗯，我要刷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复制粘贴的。你能来点别的表情？没有吧？你看，你看这表情都是一样的。没有吧？每张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应该做什么表情啊？你嘴巴能不能有点变化？可以。哎，第二个号不好看，明天卖吧。什么？明天拍，明天拍，挺可爱的。但生日那天拍不一样呀。我明天不过生日了吗？哦，明天也是哦。对啊。但是明天还有啊，家里还有胶卷啊。好吧，有钱好，好听您的，谢老板。哇，要是你当经纪人的话，我不得爽死。为什么？每天宠多物料。对对。想得美。老是。因为我以前，因为我有拍的，我会说不好意思找别人拍的，说哎，我给你拍，我给你拍，我干嘛去？再拍张不一样的表情哦，来个不一样的表情。三二，可以可以。这是谢老板买的生日蛋糕帽。今天在绿茶餐厅。对，戴着生日蛋糕帽，对对对对对，完成了我的心愿，就是给他吃那个什么面包诱惑，面包诱惑，然后插上那个蜡烛，然后安然买的那蜡烛还是彩色火焰的，对，很好看，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进入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就是嘛，什么东西？你是火眼金睛，就是你是孙悟空吗？就是这五味真火啊，不是吗？哎，买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今天给孙阿江买的那个蜡烛嘛。嗯，是火焰是彩色的，对，它燃烧的火焰有好多种颜色，对，好牛，特别玩家。有人送礼物，快说谢谢，谢谢您，谢水，谢您，谢谢脑汤送的，他送了你什么？送日帽，送生日帽，就是你头上戴这个生日帽，谢谢您。无语死了，就是那个语文作文，教我怎么写，在、哦不对，是教我怎么请假。在哪儿，在干什么，什么时间和谁？那你想他现在是几点几分，谁，然后哪个 ID 送了你什么样子的礼物来。现在是0:18，谢谢积极展开自我抢救送的一个生日礼物和一个生日帽，怎么样？这但是你还有你，但是你送的话你还有个观后感，这样子观不对，你要有个送后感呀、啊，这样子。就比如说今天，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请假，实在是不好意思，老师，我真的很想来。你后面总得加点东西的，对不对？显得你这个人就特别的真诚。哦，嗯，老师，我真的很不想来，我睡不醒。不是，你要说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送的这个生日帽，哦、谢谢你。我今天头上就戴了一个，哦、你看。哦，对 对, 对。你看跟你送的那个款式像不像？像不像？像不像？这是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你们两个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不是？
这谁还送了个黑便？谢谢 VVLA 送的一个南瓜派对。几点几分送的？在谁的直播间？19分，在增加了直播间。那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个人？1145个人。好，那你要说点什么？谢谢您当着1145个人的面送了我一个。他现在47个人了。1148个人，快4848，你是四八，来来，预备起，谢谢。小闷仔当着1151个人的面子上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快感想呢？刚刚那个南瓜和生日礼物你怎么感想呢？我觉得这个特效非常好看，还想再看一次。你送你的券，第二人给你送礼物了，快点，快说，谢谢谢谢那个花生牛奶冰。在零点几分的时候，在增加了直播间，当着多少人的面？19分，当着1173个人的面，送了我一个生日蛋糕，谢谢亮，谢谢你让在大晚上的时候不睡觉，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在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里面送一个这么大的什么女主播？我是偶像，我是 idol， 我是女 idol， 也有人送礼物了，谢谢，我不是女主播，不要谢谢，谢谢 VVLA。送的一个南瓜派对，在增加的直播间，在森索拉的直播间，在凌晨几点的时候，当着多少人的面，在中国，在亚洲，中国地球上海地区，地球排不上号了吗？在地球宇宙排不上号了吗？宇宙银河系排不上，宇宙太阳系地球中国上海上海，然后在凌晨零点北京时间凌晨0:20的时候，在西安人的家里，在森索纳的直播间里，当着1196个人的面送了什么礼物来着？我忘了，我讲了乱七八糟，生日蛋糕、生日帽、生那个万圣节。对，送这么礼物，你有什么感想？快说，快说！不想再过生日了。哎呀，累了，累了，累了！哎，三张嘟嘟嘴的照片印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人想看呀？有没有人想看呀？哦、我看，送个礼物就能 看，送个礼物就能看。送二张嘟嘟嘴的拍立得，嘟嘟嘴，嘟嘟嘴就可以看，嘟嘟嘴，喂，嘟嘟嘴，送礼物就可以看，送礼物就可以看。好看，谢谢1978送的一个南瓜快派派对，呀吼！这个只能给1978看，其他人不许看。闭上眼睛，其他人不许看。哦。我天，真的好可爱，无语死了。无语，多做些别的表情好不好？真可爱。好，下辈子一定。好的，其他人不许看。对，大家都眯着眼睛啊，不能看。这是付费内容。付费内容，那哎，就是震惊。如果我是你的直播间观众，我就会觉得震惊，我竟然在就是凌晨，凌晨就是说凌晨的时候，当着多少人的面，在就是一个女主播的，就是。在一个少女偶像的直播间里面看一些就是付费内容，你不要看，我送礼物了，谢谢谢谢陆家的好朋友，在宗家的生日当天送了一个万圣宴，谢谢你，谢谢你，你送的这个南瓜跟他的卫衣一毛一样的黑，一毛一样的黑，对，一样，我还以为一毛一样的阴间，笑死，哎呀，我差点出镜，好可怕，你又没有闭不住话，也有人送礼物了，谢谢吃一口饺子送的一个生日蛋糕，谢谢你什么？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看人家吃的，哦、人家自己 ID 要吃饺子，但是送你生日蛋糕，他违背了他自己的ID。他吃了一口饺子，但是呢，他给了我一大个生日蛋糕。对，嗯，就是他吃饺子省下的钱。谢谢你，以后多吃点饺子。啊、哦！退出直播间，笑死了！你快去收礼物，有人送你礼物了，快点说谢谢！哎呀，这个人当着1249个人的面送你一个生日，在某直播间里面送了一个生日蛋糕，你妈妈知道吗？我妈知道了，你妈知道了？对，不是，我想知道就是那个 A 什么 about 什么 TKK， 你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吗？就是你在深夜凌晨，就是说凌晨，就是说12:23的时候，在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里送了一个礼物，当着1250个人的面，我是 idol， 我是 idol， 我不是女主播，我不是女主播，我不是女主播，笑死！一天饺子一个饺子一天只吃一口，省着吃就为了送礼物，哇，我好感动啊，我好哇，又有人送礼物，快说谢谢。谢谢随意在中国市上中国市上、啊、
要讲什么、啊？中国人民共和国，上海人民共和国。你在讲点什么东西啊？你在讲点什么东西？你怎么没培训？不好意思啊，这位主播没有培训好就放出来直播了，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哎呀，你们这个。你们不跟我上课我怎么知道呢？甭管，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上海区就不错了。上海应该不是市，上海应该就是上海吧。上海是市啊，直辖市不是吗？哦、上海哈，上海然后在那个2021年10月24日0:24送给 Sola 一个权杖，上海是直辖市，对啊，就是啊，嗯、哎，还说我中国人化嚣张，我也就来这边一年啊，不对，这还是我历史没学好，对不起，这位经纪人也没有培训好就来了，经纪人快培训，快去努力，快去努力，好了，明天靠你了，嗯。两人送一罐，快谢谢！谢谢铁柱送的一个南瓜派对，谢谢你，铁柱，你在凌晨送一个就是少女偶像一个南瓜派对，你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吗？说不定就是他妈妈送的。妈妈知道了会很生气。哈哈呀，不会的，嗯，看多好呀，又看得很正经啊。妈妈就在旁边，阿姨不是这样子的，你听我们解释，我们不是那种直播间，就是。想一想，想一想。今天公演我现场也别一首，我妈妈一定很生气。开玩笑，开玩笑。好，我看我要说什么，给我整忘了。阿姨，你误会了，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你可以当成就是少儿频道来看。可能吧，嗯。那我觉得微博后面再发吧。妈妈知道一定会笑岔气。什么？笑岔气？滑下去。松二明天要上夜节。没有啊，没有。我妈倒是让我给我转账，让我去搓一顿。哇，有人送夜节了，那滑下去。松二明天要上夜节。谢谢 VVLA 送的一个夜节，那就让你在我的面前跳一首夜节吧。我一定会为你鼓掌，恭喜这位幸运的直播间观众，要在今天那48增加的1000的直播间里，当着1330个人的面给增加跳一曲夜蝶，恭喜你，线下见啊，线下别走，我是你们爹，我想看你们，看你们，哦，我是你妈，啊，没有啊，没有，没东西啊，从来不会跳。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传谣！不造谣！不！我们跳，我们最多跳个什么？跳个广播体操。眼保健操我会。第一节，揉天阴穴。天阴穴在哪？这里。这是什么？这样揉？不是，是这样，大拇指这样扣着。哦、完了、嗯，小学那个眼保健操我都还算做的。很认真的了，你都不记得，韩毅，打扰了，快去，我去了，拜拜，快去了，真的是整活第一名，耶，把谢老板支去工作了，谢老板不需要支，谢老板自己会去工作的，好的，那让这个谢老板陪你，小谢，哦，谢老板。哦，好大一个柚子，就是有点难掰。后，他说你后面的猪头很丑。我后面的猪头。记住了，他叫小闷。我后面的猪头。对。我的背后是林娜贝尔，你竟然说女警刘丑，你好大的胆子。那个猪头哪不是？不是这个，他说这个。哦，你干嘛？你还跟真给人家秀？对不起，我以为他说我背后，我以为我转身离开的时候看到了。没有，无语死了。好黑一个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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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大家好，我们是小猪佩奇。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三更半夜不睡觉？你呢？啊，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你三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直播？直播杀你，直播杀我，杀 你, 你做梦！我告诉你，我去，你这个猪会咬人的，咬你！晚上不睡觉在这里直播，哎哎哎，好灵异啊！哎哎，是万圣节吗？是万圣节吗？直接感受到万圣节的感觉，我是猪八戒，哇，粉猪猪，这个可爱多了。心肠不坏，哎呦，还不坏。八戒傻得可爱，哎呦，他捶我。你们为什么在这个直播间里呀？啊？你们为什么？猪头吃人，谢谢。我们猪猪不吃人的，我们猪猪不吃人，我们猪猪。来，苏大酱配音给他。我怎么配？大家好，家人是猪。嗯。让我配音吧，不是，我学不来猪叫，说明我不是猪。教你，为什么要在生日学猪叫啊？无语死了。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猪这个猪头虽然丑，但它打人很痛。好的，好的，猪猪，没问题，猪猪，我吃几口柚子。它这样一块好像一个心脏，兄弟们，是不是？哇，像肺。嗯，它学猪叫超像。我摘了，它有点勒我发型。小傻瓜哟，小傻瓜哟，心走小傻瓜哟，真的好像啊。但不是心脏，就是肺。这就准备睡了。今天不是周日吗？大家怎么都溜了？大面哟，大面，大面。我都忘了我说到哪儿了。带上顶流一起直播吧。有的人要加班的哦，那也太惨了吧！我就不一样哦。谢谢 Mr. L 送的一个万圣夜，谢谢谢谢。说到生日 MV 有吗？忘了，大家记得去看哦，生日 MV。然后好像那个生日公演的事情好像也在顺利的进行，我好像今天看他们那个公演好像大家都有镜头了，不错哦，所以说应该都在慢慢的进行了。然后我觉得这个 PV 也可以到时候生日公演的时候就是放，大家觉得呢？手机已经砸脸两次了，那你快睡吧，请多走。好可爱的外套，有多可爱？又是猪，白色的猪，白色的猪，妈呀，哎呀，好像。看，还有性感的尾巴，你想摸一下它吗？哦，真的是猪尾巴呀！呦呦，怎么还配音呢？对 ，AC 梁是那个导演的名字。完了，还跟他说我发了给他发消息了，忘了，哈哈哈哈，啊，手机应该都坏了吧？居然让他被砸了两次脸，嗯，白色的猪好可爱，你俩的喜好可是一模一样。哦，对，那我说今天密室的。你今天密室，我居然见到了两个，啊，不止，好几个，就是以前只在微博或者说抖音看到的那种。但是呢，一个大社恐就是开始静音模式，然后我还有点害怕，我就一直跟男人。
就开始静音模式、社恐模式，一种微恐的那种色彩。然后就，然后呢，我们打算拍的宅舞也是舞蹈还蛮齐的，我觉得练了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然后感觉会很好看。为什么是曾家不是索拉镇？那我也不叫曾索拉呀。现在直播的人是曾家，不是曾索拉。美美期待，嗯，有好多东西要可以发哟，有一些我都还没发呢，就是说一个大批不过来，婚礼团 L 谁啊？我不认识哎 ，Love Live 什么呀？好像没听说过哎，谢谢玉哥送的一个皇冠，谢谢，谢谢你随时弹道。生日当天晚上回来也还有直播，大家记得来看哦。好的，拜拜。然后到时候就是软妹装了，所以今天就是。帅哥装，反正不是，反正他拉外围不是曾家，与我无瓜，不认识。不是谁说啊？是不是丹妮？丹妮说这个事情，怎么说的？他会不会有点加油添醋啊？今天上课看 L L 被老师抓包了，海明。大 MC 上的好像今天人好像很多哎，感觉我看到我们那个大夫发图，然后中泰广场好多人啊，然后一想哦，好像是 top 十六过来了。谢谢 Kens Again 送的一个夜蝶，谢谢。让老师一起看。现囤一就索拉发了，他就放假回来看，想想就很爽。发的什么啊？好，生日快乐，谢谢。整了个大震撼，虽然没在公演上，但又好像在公演上。谢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我感觉我以后生日会变得越来越开心了。紧急回归可待，我就是你的紧急回归的理由。嗯，不在，在没有，完全不在。我明天也有拍摄嘛，然后明天可能，八点就得起床。非常的努力，嗯，好的。其实今年陪我过生日的已经比去年都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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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倍了，感觉。因为去年过生日是刚到那个，刚到广州嘛，然后。就没几个人认识我，今天是我离22岁又近60天，今年又近60天，也比我小，哈哈。谢谢凯兰大道的猫送的一个夜蝶，谢谢你。
不过那时候刚到广州的时候已经反正有收到几份礼物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今天反正就是狠狠的说明了自己的这个毛病，努力的少骂一点，以后会有很多人的好好的期待，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我刚开始看你直播就在说生物理论的事情，刚开始好像就在说啊什么去年吗？准备出门夜吃夜宵什么，就把我一个大抛弃的状态。哦，这个样子，刚到酒店不久，很辛苦哦。我要来给索拉过生日，没关系，生日过也还能一起过呢。广州见，去玩吧。啊，广东又降温了是吗？好像听到，好像看到丹妮在说身体不舒服咋了，然后就去关心了一下他。第一次看你直播是在读粉丝信，原来我干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啊。上海17，但是今天上海还挺暖和的，我感觉。我就穿了这个，然后穿了一个薄外套出门，甚至有时候会觉得热，因为今天上海是出太阳了，所以就还好。急诊来了，去吧，去吧，医生，我来把这个玫瑰青皮去吧。我吃水果真的超厉害。嗯，东北就开始供热了，无语死了。上次的信，去年的信，完了，不会又是你吧？去年读了吗？说实话，记不到了。今天搬东西穿短袖的出一身大汗，你搬东西肯定是内蒙。贾哥今天为了见你，缝线缝的飞快。在哪见我？直播间见我吗？还是在哪见我？只记得 Sola 把咖啡洒在信上了，忘记是谁写的。有这么一回事吗？有这么一回事吗？我可不承认啊。这么一回事吗？嗯，我们来唱唱歌吧，我唱到一点好了。啊，密码来了，你配好了？你配好你的？好的，努力辛苦。嗯。深夜 KTV， 哎，好嘞，三克斯，唱啥呢？嗓子还行吗？刚刚一直喊麦，谁在喊麦？我没有。嗯，唱啥呢？水星记是什么歌？我存了，但是我忘了。C， 好像 Siri。小谢同学，啊、不，你要说哎，哎，重新来，小谢同学，哎，我在，好像，好了，没什么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没有，忙你的，好的，再见，再见。
这也太机器了。对，好 AI 哦 ，AI 小戏。我没有说嘿，好。所以是没有。好的。意思。这么低的歌，哦，好像知道怎么唱，来啊，《水星记》。哎，我的顶流去哪？将你与你。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可以认真实地吸引我眼睛。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要看你怎么起，等到分不清自己的问题，才敢说着。好像只有副歌会，马上唱副歌的话。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心怎么可以有你？不太会，好吧，放弃了。但确实好听哈，起风了是什么歌？啊，我恐这首歌，之前直播的时候老是他，老是这首歌。林俊杰，嗯，他说。小酒窝好了，小酒窝，关键词也行。这谁不熟啊？小酒窝谁不熟？谁不都不熟啊？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舞蹈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认得我可就要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关键词我再听听。对 K 歌直播唱这首歌吧，他要会员合唱了，这么算。二人だけの空が広がる夜に。夜に明ける。
想唱什么唱什么环节，又是不能点歌的环节，你们好可怜哦。但是我生日我做主。その一つ手が分かった日が沈み出した空と君の姿フェンス越しに重なってた初めて会った日から僕の心の全てを奪ったどこかの儚い空気をまた君は寂しい目を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チクタクと誰でだってなんでだってさこれこれごめんそうでもありきたりな喜びきっと二人なりきつけられる騒が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い君に思いつくがじり眩しい明日を明けない夜に押し前に僕の手を掴んでほら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落ち込めた日々も抱きしめた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怖くないよいつか日が昇るまで二人でいよう谢谢滚滚的九十九个荧光棒这个就是考验口就是语速啊把这首歌唱完吧喜欢这首歌君にしか見えない何かを素敵だ嫌いだ見と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が恋するようなそんな顔をあげた信じたいけど信じたい好算了我们来唱我的今天发的歌啊我们来一个全曲版啊我怎么感觉越来越丑了我哦，就这样吧，就这样。好，人间规则啊，来一首人间规则，唱到零，唱到一点。哪里都。我被告知要消失，可是当我说出真相，却突然被所有人冷落。我被告知那规则必须遵守，绝对不能打破。犯规的人却能得到更多，费尽心机去争夺唯一个虚拟的宝座，那么天真却被说成心机太多。预设程序太单薄，敌不过人性的难测，更不会颠倒黑白。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来掩饰锋利的光泽？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口红去模糊清楚的轮廓？能不能教我心照不宣的规则下隐藏的规则？也算不出那无数模棱两可。TV 版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啊！对，开始 wave。慢慢学会先沉默，有话不说，察言观色，慢慢寻找人性的软弱，慢慢了解他们会不为什么看着日出日落，只是因为美丽如此稀薄。你们人类的王国，一个接一个的陨落，多少国王穿着新衣呼啸而过。可是正因为如此，才有最柔软的角落，能用诗形容花朵。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来掩饰锋利的光泽？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口红去模糊清楚的轮廓？能不能教我心照不宣的规则下隐藏的规则？再快的预算也算不出那无数模棱两可。雨过天晴是一种颜色，欲说还休是享受那揣测，
咖啡明明苦涩，却有千万种风格在慧根中彰显人间本色。能不能让我看一篇小说，去形容彩虹的颜色？能不能为我画一个明天，去感受未知的忐忑？能不能对我说一句许愿，不知道多远的永远？不需要计算，我开始喜欢做人这份柔软。能不能让我看一篇小说，去形容彩虹的颜色？能不能为我画一个明天，去感受未知的忐忑？能不能对我说一句许愿，管什么永远有多远？不需要计算，我已经获得做个人的资格。有味不？耶！这首歌真难唱啊，一口气唱完。谢谢大家捧场，哎呀，谢谢大家捧场。哦，我发动，还想听啥？最后一首歌了，估计。经典专区，我觉得我应该在经典专区。来，再来一首和的吧，四八四八，我是四八，想想。哦，花荣已经出个声音声音远了。看，天晴了，唱你想唱。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漫画的最后一个。好吧，我都没怎么听呢。嗯，音的大，刚刚的，嗯，四八四八，我是GNZ四八，那我就唱GNZ四八的歌好了。今天吧，怎么点成了四七？造反了？点点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好嘞，报警处理好了。Hey you， 你给我站住 hold 住，心快要被停住，坚信因为我在乎，记住绝不能够失误，就爱看你不服输，让你的心有无助，就立刻叫你报警处理 go，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狂出之下压，心里有个归宿，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为什么最初要笑又不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Hey you， 你给我抓住hold 住，慢慢的拉住入，辛苦会变成幸福，记住爱不能被低估，就爱看你不服输，让你的心有无助，就立刻将你抱紧处理 go， 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宿，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回想那最初要笑要哭，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一个大间奏剧情，谢谢大家荧光棒巧克力，谢谢
靠近。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光圈之下要心里有个故事，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回想那最初有笑有哭，已经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说爱我，说爱我，未来也抱紧我。 Hey you， 你给我站住。 Hey you， 你给我站住。好的呀，这首歌把现在录丢过来。好，为什么？因为给你们。好的，就差他了。好，就差他喽。不报了，我们歇，报个歇。没事，也给我这么大一个，这个很好报。好的，哎呦呦，好，最后一首歌，《点问自君》。哦，真的好大一个。好，现在是《点问自君》待播。Respect， 你该知道。Tonight， 你是感觉在 sunrise 的疯狂。Tonight， 你不会叫我发呆。太阳，太阳，太阳，你是节奏抛开。你这节奏我的城堡 ，Nigh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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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来跳，唱个扑通扑通。啊？那就来颜文字代唱好了。颜文字代唱了最后一首歌了，扑通扑通。从什么时候故意的停留教室门口，默默的遇见你就被你触动，却没有勇气对你开口 ，baby。自那天之后，我撞见你就故意将我的书散落，不小心又被你感动。要怎样才能让你开口 ，baby？ 咯噔咯噔什么意思啊？不停地反复祈祷，是不是爱情？理性已无法相依，这专属位置，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声音？不停地难以呼吸，这就是爱情。都怪我理智不清，这专属位置。只属于你，属于你。沉默又被动，难道是希望眼睁睁被捷足先登？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要怎样才有勇气开口 ，baby？ 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原因？不停地反复祈祷，是不是爱情？理性已无法相依，这专属位置，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声音？不停地难以呼吸，这就是爱情。都怪我理智不清，这专属位置。只属于你，属于你。我已决定用尽全力说出我爱你，让彼此两颗心更靠近。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原因？不停地反复祈祷，是不是爱情？理性已无法相依，这专属位置，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累死我了，这首歌。水我水我，好好水我水我。好。
好了，不要再说了。想不到歌词就是重复哈。好了，就这样结束吧，今天。看到了，说了有没有扑通扑通？谢谢 ZUZUS 送的一个秋天奶茶。好，玩什么玩啊？我是去工作，好吧？开始明显了，因为今天的光打的不一样。好，大家晚安。Thank you.